欢迎回来，我们的新之卡比，我们这次呢要挑战这个海洋关了。哇，都是水耶！哇，直接游在水上面。是鱼吗？这鱼为什么带这什么蛙镜？好可爱哦！哦，它送我西瓜、啊。哎、欸，打开硬邦邦的煎壳。哎呦，它可以滑嘞！哎、欸。来睡觉，这什么？要睡着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看看试试看，会不会进到水里面？没有啊，直接睡着了。醒来哦，醒来哦！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到的？检查一下。有一只黑黑的什么鳄鱼吗？啊，游过来，游过来了！哎呦，嘴巴好大，好可怕哦，没有咬到我。但它不会追着我跑。哎、欸。我的壳，我的壳，我的壳。打完了，大猩猩。哦，丢榴莲。哦哦哦，追着我跑。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哎呦！还算简单呐、啊，是什么？我不想换那个。没有东西是不是？没有。我听到声音，应该在这边。哇，糟糕！所以还是要拿锤子啊！
打他。什么东西跑出来？哇，水龙卷呢？他们被吸进去会被扣血啊！小乌龟是不是？它沉下去了。这只狗狗在睡觉哦。哦，有通道哦。这是到哪边？限制的，耶！救到一位村民，哦，他肯定在墙上了。被吃掉了！打他！天叫打他 ！Yes。哦，是什么？啊哈哈！哦，阵风，感觉很厉害。来啊，出来！哎呦！哦，有小船呢。哎呦，哦吼吼，淹水了。
哇，是什么？看板的文字。混凝土群岛，看起来是要下去了。哦，又是现在玩这个。哦，不是哦，我有给他顶回去耶。哦，向海鸟打招呼。
哎呦，也是那么高。哈哈哈哈哇，星星。别忘记拿海鸥。打不到。哎呦，打我，嗯，哎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哈哈，失败了哦！可以跳起来啊！哎、欸，哎呦！哇，是不是还少一个？找一个，我回去找看看。哎呦，感觉要找很久，哎、欸，不在这里。哎呦喂呀、啊，糟了，有可能在别关哦。哎呀，
登陆宝岛。方块山丘撞下来，哎呦！啊，不能下去哦。啊，不见了。哎，这个可以撕哦。飞针的设计图，哦，打魔王，什么鸭鸭哦，还有。哇，这招厉害！他把它吃掉了，哎，我也可以飞了。
要有时间限制。这样我还少一个啊，要回去了。找一下他、啊，哎，不行哦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哎呦，它可以飞耶！要去哪里了？检查点。飞过头，飞过头。啊！错过了，还有撞到，哈哈哈哈！再一次 NG 哦。哎呦呀！哎呦，好难哦！哎呦，哎，你是撞他吗？我偏要撞他。哎，不行哦，我不相信。哎，过了过了。
哦，这个是要用这个撞它才行过的哦，这样还是少一个。哦，还可以重试哎。哎呦！用冰冻能力冰住天鹅哦。哦，地下水道。有狗狗哎！还有我的小猫猫，还有哇，这关有五个，还有呀。三个罐头，我来找罐头一下。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打魔王，打小怪，
哇，设计图。感觉就可以过去啊！有时间限制的 ，miss。看看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啦，因为它是时间限制的关卡。
关。不能使用能力打倒魔王，这个难度哦。哇，快递可以用关键词了。卡比小屋，咖啡店，哇，进化炸弹，进化针，探险队，我们先去升级我们的能力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它会提供设计图所在地耶。我们先去升级东西吧。新的锤子，龙卷风。算计能力，睡觉能力，哎呦，这什么？哇，那个机器是不是？那我来看看这个。啊，稀有石不够。那我们去拿稀有石。我没血了是不是？那我先去补血一下。我来当咖啡店员，一人打工，简单的吧？打工是要做什么？他要餐点哦，他要点什么东西？哦，还好客人不多。哈，午餐时间什么？哇塞！啊，拿错！哈哈，是错了一个。
关了，过关了，哇塞！76枚，这个钱还不好赚啊。二楼可以吃东西哎、欸。蛋糕，内用啊，就在二楼吃东西啊。恢复了，恢复了，我看一下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快递服务。失误各种地方找到的关键词，墙壁上也有啊、哦，先不使用，我看一下关键词什么样子的。啊 ，first password 看起来是隐藏的礼物关键词呢。关键词我先不用哦，之后会拍影片出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偷吃别人东西。哦、oh, ，我想问他设计图。看来他也不知道。我们先去接我们的技能点数吧。哇，开了第三关了！哇，游乐园呢？惊奇乐园哦！哇，惊奇乐园！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去接我们的星星哦，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火山宝藏，哇，这一分钟的哦。哇，这真的有点难度哦。哎呦，掉下去了。哎呦。
哇，差16秒。赚急了。